问答三遍呢、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第八呢，叫做开示进修，啊，就鼓励的意思啦、啊，说文艺如赤啊，然以随缘方便而说，善男子，善女人，啊，看右边右下边这个。超细比丘这个典故就是鼓励你持戒的哈，说佛在世有一个比丘，乞食途中被贼劫夺衣物啊，这个贼啊把这个衣物啊夺走了啊，因为以前呢、啊、记得你要讲到这个要恢复到2500年前，那个时候要得到三衣一钵很难，那个时候的纺织业没有这么发达，不像我们现在一日一夜工厂一动，哇，几千件几万件衣服袈裟都可以做得出来，2500年前没有办法的，2500年前哪有机器啊，他们要得到一块布啊，那很难的很难的，所以这个有衣物就劫啊，这个贼啊考虑虑就考虑其告发追捕啊，怕呀、啊、怕这个到这个官方啊去告发就追捕，乃欲杀之啊，又把他比丘杀掉，内有一贼知道比丘法，里面有一个贼啊知道这个比丘的戒法，告诉其他的贼就这么说，我们呢不用杀他，不要杀这个比丘，只要以生草，生草就是有生命的了，不是枯草，哎，用这个生草啊，系其手足，哎，这比丘就不敢动啊，动它就会拔草啊，哎，草就拔起来，草就死掉了，连一根草啊，比丘都不可动，对，但以生草系其手足，比戒不伤草木，比丘戒里面不伤，不坏鬼神村吗？是不是啊？我们比丘戒里面呢，不伤草木。自伏动耳，他就不会去动，他动了以后这个草啊他就拔起来，嗯，草就死掉了，贼如言细之啊，这个贼啊、哎、就按照另外一个建议的，就把他用这个生草把这个比丘捆起来，这比丘啊因为守戒宁死不移，你看他一移动他就草就会伤到，贼去移眼，这个贼啊离开了很远的地方啊，走了，有行路人来方解其系啊，把他的啊这个草啊系在手上的这个啊这个草啊解开来，你精明护戒临死不犯，这是鼓励的啊、哦，这是鼓励了，这个是佛在世这样。要我的话，要是说今天啊，我刚好2:30要讲经哦，然后刚好也被抓去哦，用这个草哦捆起来哦，你看我会怎么做？你慢慢参吧。嗯，我就会用智慧了哦。哎，为什么？赶快打手机呀、啊！叫人来解开啊，啊，发简讯啊，啊，底下啊，一，既然受这个满分五戒，其他我们不念了哈，少分多分满分敬恨啊，既然受这个满分五戒，当尽行受尊重真经。手持不犯，如爱一子，如是父母啊，守戒就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，爱护这个戒律，就像尊重自己的父母一样，要听话。如朝夕比丘这样的持戒的精神，如浮梁渡海，浮梁就是救生圈啊，啊，持戒。就是等于带一个救生圈呢、啊，哎、啊。
你要渡过这个生死的大海，那就是要这样子。第二，受了五戒以后呢，进学菩萨戒，能持则受。好，翻过来啊。第三，年三长斋业啊，比如正业啊、午业啊、九业啊、六斋日啊、初八、十四、十五、二十三、二十九、三十，要是没有三十日，可以往前推，比如二十八、二十九啊，那么也可以补，比如说啊，下个月初一再补一天。我告诉诸位啊，戒律是活的，这里就要注意听了。有一个律师提出来，他认为这个六斋日啊，一个月持六天呢、啊，有个善巧方便。比如说星期六、星期天，大家都不上班，可以选六天来持。专门选星期六、星期天，在座诸位哦，要持这个五啊，持斋，平常人没有什么问题。今天你在公司行号上班，或者是你做水电工，或者是你做水泥工，好，大家都在工作，你受菩萨戒，好，十二点到了，十二点到了，筷子放下去，不吃饭。诸位，这筷子一放下去啊，要到明天凌晨太阳出来你才可以吃东西、啊、他做水泥工、啊、他做水电工、啊、这从早上一直抄一直抄，你说他怎么办、啊、好，星期一到星期五通通要上班，你又要过午不食，又要吃素、啊、他又没有体力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律师很慈悲啊，他提出来建议，只是建议的啊，因为每一个人的立场不同，每一个人的时间空间不同，可以利用星期六、星期天来吃斋。为什么？那天不必出去啊，不必工作啊，要不然怎么办？好，你说你在哪里上班？银行上班好了。好，十二点，哎，十二点就吃午了，就过午了。好。十二点银行正在忙着了，是不是正在忙？那正在忙怎么办？你佛弟子总不能说哎，银行在上班，我十一点半我就去吃，那十一点半大家都在银行都在忙，你一个人你敢吃吗？好，到十二点你不能吃，放下筷子，放下好了，那你就等到明天吧。持戒还是要活用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律师特别慈悲，选个星期天星期六不上班不上课，星期天你要吃可以啊，可以吃。我觉得这个律师慈悲很好，这个我没有想到哦，我学律学了那么久、哦、没有想到说星期利用星期六星期天哦，真的是在一本杂志 看到那个律师在发表，哎，我觉得讲得好。因为现在的工商业时代，不要开玩笑啊，你星期一到星期五你要上班赚钱养家，你根本就动弹不得，你想持五门儿都没有，是不是？门儿都没有，不可能啊，开玩笑啊。底下啊，记得啊，应如素啊，就是吃素啦。我告诉诸位啊，现在的素食也很糟糕，那一些商人哦，都掺杂一些化学药品哦。哎呀，那个素的不像素的，荤的不像荤的。现在吃素的人也没什么福报，水果都是喷农药，蔬菜也都是喷农药。他说：“哎呦，不敢叫你开眼吃荤啊，素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你看这办法，我不知道啊。”水果有农药，蔬菜有农药啊！你不能杀生，不能吃荤。吃素的、你自己保重啊！这个我不会回答，不会回答啊、哦！你看着办。好，那你说你有农药啊？是不是啊？你怎么办？那还是要吃啊。
自己啊考虑考虑，很冷静一下，看应该怎么处理啊。这应当素食吃斋，八关斋戒，加功修持。第四，受五戒以后，要修十善业，做诸功德啊，要护持正法。第五，要深信切愿持佛的名号，就是进修定慧而以净土为归。第六，奉事三宝，佛法僧亲近善知识，度化众生，护持正法啊。那么受过五戒，要常常礼佛，要念佛，要阅经，要习教啊。教就是要道理要懂啊，习教是要就是要听经闻法。你不能说一天到晚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你不听经闻法，不听经闻法，你怎么开智慧啊？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啊，对不对啊？要敬身，要敬三宝，好好的礼敬三宝，要护持三宝，护身啊。那我们在家即使是佛弟子不护身，那护谁啊？当然要护持僧团了，护持三宝嘛。等等，皆为奉事三宝。第九，发四弘愿，四弘誓愿，和尚名持。说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经云啊，若有人不发愿而持戒者，得少许福。是故今当发愿，以恨愿相知，或者是念行愿相知。啊，行就是哎要去做，愿呢就发誓啊。愿没有愿力怎么弘法呢？没有愿力怎么修行呢？是不是啊？啊，我今天发愿说，哦，我要来这里啊讲这个五戒，就是下冰块我也要来啊，是不是啊？不来怎么行？布告都发不出去了，所以这个愿很重要的。我要到极乐世界去，哎，发这个愿以后就定下来。啊，是我有的人发愿，哦，我一个月赚三万，我一定要一万供养三宝，发这个愿，每个月都照这样做。啊，那有的人你发愿，我一生一世都不说三宝的过失，不看任何人的过失，一句都不讲。那有的人这样发愿了。啊，自己要下定决心，啊，人家你要跟我讲是非，马上就砍掉，马上就停止。哇，正信的佛弟子，啊，什么是非通通打不进去，啊，因为叫成佛了，就成佛都没有是非才能成佛啊，有是非怎么成佛？是非心能成佛吗？那不可能的事情啊！啊，是非恩怨自有因果，放下，放下。这以恨怨相知，方成佛道故。奴等今当随我言辞，恭对佛前发四弘誓愿。和尚名持云：我弟子某某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为什么众生无边誓愿度呢？以苦谛，谛就是真理啊。苦谛的意思就是，这个世间实实在在实在是很苦啊，这个是永恒的真理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头一痛，感冒，哦，我痛得不得了，是吧？那我们这现在的癌症又特别多，啊，脑癌、喉咙癌、口腔癌、鼻咽癌、肺癌、乳癌、大肠癌、胰脏癌、肾脏癌、骨癌。通通癌症，膀胱癌，苦不堪言啊！年纪大的时候气喘，咳嗽，我以前啊，一咳嗽起来三个月，你看这个大莲花居啊，那么清净，通通是东西我少呀，咳嗽，啊，以前的咳嗽咳起来，呜呼。啊，还有调调，
时候就感觉苦不堪言了，这个世间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一苦地烦恼无尽誓愿断。我告诉诸位啊，只要是人有无量无边的烦恼，千人千般苦啊，苦苦不相同。你不必羡慕别人，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是最有福报。为什么？了解生命的真相啊，了解生命的真相啊，所以啊，我们学佛以后，听经闻法，烦恼就慢慢的断，一点一点，一滴一点一滴，哎，这佛法可以改变一个人的，彻底的改变，彻底的摧毁你的烦恼。啊，烦恼很简单，问题就是你执着假象，就烦恼就起来。你执着假象，烦恼就一定起来。对这个清境界贪婪，对这个境界嗔恨，对这个境界愚痴，为什么？你不知道那个是空啊，色即是空啊。花分析起来，花是空；人分析起来，人是空。死后剩下一堆骨头，好好的冷静。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会观想啊，哦，这个大美女，大美女现前，好，用那个外科医生的刀子开刀，从这个上边剖下来，一刀划下来，血喷出来。你看到心脏，看到胃，把这个肋骨撑开来，肠、大小便、骨头，世尊叫我们二六十中注意观照。外科医生这样刀一划，血喷出来。我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到底在哪里？我们这样一直追求这个世间的生命的假象，难道是办法吗？我们是不是要想一个办法来解脱？是不是？哎，你就了解啊，烦恼无尽誓愿断啊，了解这个缘起的假象啊，世间是不净、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的道理，以极地。集，集就是贪嗔痴，集合贪嗔痴。我们集合贪嗔痴，他就烦恼，就烦恼。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依这个道，道就八正道，三十七道品，要修行啊，依法修行啊，你不修行就是死路一条。啊，有的人不敢进佛门，因为吃苦啊，不能爱漂亮啊。要看淡薄啊，他就要故意要迷惑自己，不敢认清世间的真相啊。我们讲这个这里通啊，那你就跟外面的讲的那更这，为了这个头发，为了这个化妆吧，那个烦恼的不得了。世尊不能这样子讲哦，你这个哪里漂亮啊？头发漂亮，头发剃起来。世尊哦，哪里漂亮啊？哦，这眼睛漂亮，把眼睛挖起来。那里漂亮，额头漂亮，把额头皮掀开来。我做一个假设，你们观想看看，今天在座诸位，我们同时把在座诸位的脸皮把它扒掉，除掉这层皮，除掉皮肤，除掉。诸位，你想想看看，你彼此之间互相认识吗？不可能，开玩笑，把这个皮剥起来，你怎么？你到底是谁？还要用猜的？你到底是谁？大家都血淋淋的是肉啊，你怎么认识那个人是谁？有个美国的小姐哦，她在高速公路飙车，我看这个 Discovery， 她在高速公路飙车，飙得很快。这个大学毕业，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子，美国啊，就在高速公路飙车，因为速度很快，撞到护栏，打滚以后。车爆炸，烧起来，烧起来以后，烧的要闪躲，闪躲不及，烧的这个脸面目全非，里面的骨头撞碎，皮肤烧掉，哎，这个警察来救出来，没有死，没有死啊，嘿，
没有死啊，啊惨了，就没有死更惨了。从此以后呢，开始第一次的手术，还有 X 光、断层扫描、正面、侧面骨头重新再规划，画了一个格子一个格子一个格子，第几公分、第几个交汇点，骨头碎掉，然后那个他把一个脸呢、啊，那个医生把一个脸呢、啊，用这个格子一画，坐标画出来，一射射影，正面、反面，三度空间，哇，整个脸通通撞碎。开刀开十三次，开十三次的刀，然后把这个皮肤拿来补补，可是再怎么补都没办法，他这个脸呐、啊，已经啊看了你就会怕，烧得很严重。然后 Discovery 把他的还没有出车祸以前的相片出来，出车祸以后治疗了几年下的相片100。一个是仙女啊，仙女啊，一个是恶女啊，恶魔女啊，你看的晚上看了你就会怕，完全不同。所以啊，了解美只是一层皮，要很清楚这个世间的真相是什么，才不会忙得很严重很苦恼啊，一刹那之间就消失了。世尊讲的这个就是真相，也没有办法辩论，事实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就是一堆骨头肉做成的。一道地，佛道无上誓愿成啊，这是一灭地啊，就是灭掉啊这个烦恼，哎，灭掉烦恼，这个灭就是极灭啊，就涅槃的意思，涅槃的意思。这个苦是世间的果，极地是世间的因，道是出世间的因，灭地是出世间的果，灭掉烦恼得涅槃。苦地是世间的果，生灭的果，极地是世间的因，就是生灭的因，道地是出世间的因，是不生不灭的因，灭地是不生不灭的果，就是涅槃啊。一苦集灭道地而发，地就是真理，地就是真理。第十就是回向，和尚名慈云，受戒圆满，大众念佛回向，大众念佛数十声，引礼师呼受戒者，礼谢戒师三拜，拜以维罗师举句唱云：受戒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。受戒就是受五戒吗？受五戒有无量的功德吗？殊胜行，无边的胜福，殊胜的福德，通通回向。普愿称逆诸有情，有情就是众生啊，希望那些称逆在三界内的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。无量光佛就是阿弥陀佛，刹着就是国度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就是身，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法。所以到最后回向还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还是一样啊。受五戒法啊，全部讲完了。那么这个附录呢，就简单的解释一下。受戒歌说，受戒容易啊，守戒难，莫将大业等闲看。大业就是成佛了生死的大业啊，这是大业啊，莫将成佛了生死这个等大业啊等闲看，就是不能小看它。这是偶益大师做的哦，受戒歌是偶益大师做的啊，明末四大师啊。这个扶郎渡海惜亲户啊，就持戒啊，就像救生圈，渡就渡生死海，你千万要好好的勤护戒，
不要去翻。一念差池前提禅啊，一念差池，那么就是坏了啊。你只要有一念错，差池就是错误，那么就前提禅啊，那么就是全部就毁坏了啊，就是我们清净自性就伤到了。